有人说我这个新能源，哦错了，我这个电瓶车买不了保险是我个人的原因。在这里我声明一下，我的这个车子从来没有出过保险，车子也是我的个人一手车，车子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合规。然后昨天评论区有好多人叫我打人保的电话问一下，说人保一直可以卖，那今天我就打电话问一下，看看到底能不能买。好，中国人保，有什么帮您？喂，你好，哎，我想车子想买个保险，你们那可以买吗？想轿车是吗？货车，新能源货车。货车这边买不了，只能来当地营业厅办理。我想问营业厅可以办吗？可以，来营业厅办就行。我当时我去了的嘛，我去了两次，他说办不了，他只能买交强险，不能买商业险。那大概什么？大概要多久了？我十多年前就在买了，我车子保险已经脱保了。去。是吗？啊，我的车子已经脱保很久了。技术不好，先生，您多打两次电话吧，往营业厅。您是哪儿的呀？我给您个营业厅的电话。我去了，我在营业厅，我也去了几次了，他就说一直买不了。因为去年我在那边买的，他今年就买不了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新能源货车是吗？新能源货车。这我也不是太清楚呀，因为我们这边办家里小轿车的车险。哦，小轿车可以正常买，就是货车现在暂时还无法购买，是这个意思哦？对，